好了，不要哭，不要哭。好了，阿峰，我们来打游戏好不好？我们来打传说好不好？我已经到大厅了。哦，谢谢谢谢。那迪迪是不知道我们要来的，对不对？我们会给他惊喜。啊，对对对，好好。我们给他是那一间吗？对。Hello。不要哭了，不要哭，你要笑啊，知道吗？然后我们等一下要去打游戏呢，对不对？不可以哭，好不好？嗯。好了好了，很感动，对。好了，他因为他不知道，他不知道今天，他以为是要过几天。就在4月13号这天呢，我收到了喜愿协会的社工发给我的一封邮件。内容呢是说有个8岁的弟弟阿成，在去年的时候罹患了癌症，目前正在接受治疗中。在这个痛苦的治疗期间呢，带给他最多欢笑就是我的搞笑影片。阿成他最大愿望呢就是可以见到我和妹妹哦。信件看到这边我沉默了，年纪这么小的弟弟经历了多少病魔的折磨，这是我根本没有办法想象的。于是我跟妹妹呢就踏上了前往台北的路。阿成，我们来了。各位，我们到这个新北市的双和医院了，好不好？啊，那弟弟现在是已经在里面了。我们现在正把他骗到会议室。哦，骗到会议室是不是？要给他一个惊喜。我们是不是要讨论一下战术啊？孩子已经在会议室了。哦，已经在里面了吗？对，然后我们那个姨妈等一下会出来。那弟弟现在已经在会议室里面等了。是在那边吗？应该是。我刚刚先骗他说，我们先录影给你送给你，所以他现在有点忙。哦，小时候就是状况外就对了。Hello。那个哥哥厉害吗？可以吗？你有没有想我？来，抱一个，抱一个。哇！哎呦！有没有吓到？有。吓到了，真的。哎。你还在看我的影片，真是的，怎么这么害羞啊？啊，里面讲一些有的没的，不要乱学，知道吗？这个不营养。哎，你们辛苦了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谢谢，你最喜欢玩哪些角色？悟空。哦，你最喜欢玩悟空哦？因为没有网络。哦，你还有这个造型？要请你在家里悟空对吗？我们等等在一起玩好不好？好吧，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弟弟啊，这是我送你的礼物，哎，没有了，不是啊，不是啊，这是我昨天买的宵夜啊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这个送给你，这是我自己做的，好吧？大家都还没有，只有你有，知道吗？这样是不是太大？你挑选。啊，这个是我妹妹写的卡片，谢谢。今天给你的小惊喜，有喜欢吗？谢谢你，那我就喜欢我。不要紧张。你想读在心里啊？好。真的害羞。今天可能你会觉得说我们来给你惊喜，你很谢谢我们，但其实我们比较谢谢你。对，就是你这么喜欢我们，然后希望我们来陪你一起玩游戏啊，然后跟你聊聊天，就是我觉得我们有这个荣幸。是我们感谢你，知道吗，弟弟？你长大之后你也要，尽可能的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，或是对这个社会有贡献，知道吗？好不好？加油！我可以念出来吗？还是我要读在心里就好了？读在心里，读在心里吧。好好好，我们一起看。太惊喜了！谢谢你啦，乖乖。
你要笑啊，知道吗？啊，我们等一下要去打游戏呢，对不对？不可以哭，好不好？嗯。好了好了，嗯，很感恩，对。好了，快因为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今天，我以为是要这几天。我回去之后，我回去之后我会尽量拍更多好笑的影片给你看，好不好？嗯。好了，你乖乖。好了，好了，不要哭，不要哭。好了，要不我们来打游戏好不好？我们来打传说好不好？在开始打传说之前，阿成，你要先把眼睛蒙起来。我们要让你猜一个东西。戴起来帽子，戴起来。啊，对对对对对啊，压到最低好。哎，哎，谢谢你们了，太感谢，太感谢你们了。不会不会。哎，我是啊，我是厌世 Wolf。他是你等一下传说对别人战友，知道吗？来一起打游戏呢，好不好？队友，其中之一。看起来好像很棒，你真的知道我是谁？这是 My Dream， 这是一个梦想的夜市。那你知道我的梦想是什么吗？就是希望你可以好起来。哦哟！哦哟！一定是不认识我。他怎么快哭了？我是不是吓到他了？他怎么有一还是走啊？怎么有一个这么奇怪的人进来？要抱抱的，抱一个，抱一个。加油，给你打野好不好？让你凯瑞，你们不要开玩笑，胜率57呢。军仔，你胜率多少？我吗？53啊。哎，走走，打他打他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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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一揍他！哎呦，好凶哦！轮到我们来，轮到我们来了。啊，来来来，我还没有大，我还没有大，我还没有大。快！睡啦！我们等一下唯一目标保护弟弟，知道吗？好，不行啊，你还是要发育啊。阿成，接下来这段话呢，是我想对你说的。其实你已经很棒了，小小年纪却这么懂事，知道医院里面细菌很多，还希望把这一次见面会延到你出院以后。明明在接受治疗之中已经受了很多的折磨了，但却还替我们着想。你真的很棒，很懂事。今天有这么多的大哥哥大姐姐来陪你一起打游戏，希望能带给你更多的欢乐以及快乐。在传说里面呢，我们可以当你最好的战友，但是在对抗癌症上面，我们没有办法给你什么实质上面的帮助。但是呢，我依然会是你最棒的战友，带给你更多欢乐的影片。阿成，我会永远记得我们的约定，等你康复以后呢，一定要来我们家玩，好不好？我跟我妹妹在高雄等你。啊，放一个吗？啊，收了收了。好好好。超爱你们哦，超爱，谢谢谢谢。拜拜。我们要回去了，我们要回高雄了。嗯嗯，好，再见。